课程终于来到尾声，两个月的课程并不长。过去的一段时间，一众学员都学到一些智慧术的技巧，而更加重要的是令到他们可以感受到传统武术带给他们的个人提升。很多时在训练里面都出现体力不支或者动作无法达标的情况，不过这一班师兄弟建立出来的团队精神带领着他们在这两个月一步一脚印地克服整个训练课程。好了，今天我们就将前面学过的我稍微总结给大家。我们学了有单手的，有双手的，有一个单手的擒拿，一个组合的擒拿，譬如我们怎样霸王射甲。好了，咁但通常裏邊咧，我哋運用方面咧，我就要留意就係，譬如我係一個架架咗嗰陣時咧，我點樣去彌補呢邊嘅空咧？或者我架完之後出咗拳啦，我點樣做咧？我兩手打咗咯喎，好啦，後邊嚟嘅啱喎，因為我個招式係一二，好啦，呢個咧形成一個扭腰，一個咧蹴勁嘅準備，蹴咩勁咧？係我嘅腳啦，一提起一蹬嗰陣時咧，就變成一個蹴勁，因為我哋每一個。速勁和法勁之間，我們不能夠有一個拉隙讓它完全停動，我們發完勁，這個法勁其實就是後手的速勁，所以這個連貫性的，譬如你說我就這樣拍拍好，一個向後拍，一個向後拍側身，這個就是我的速勁。除了我們高腳低腳之外，我們之前就講過架的，譬如我們推的你的手，如果你一個解咗呢個手喺個胸前咁推咧，佢只係退一步就失咗功效。但係如果架呢個手架嗰時咧，架咗隻手之後咧，順勢再將佢推起，呢個身咧全部露曬出嚟。你嗰個力咧喺度一推嗰時咧，一推嗰時咧佢就反啦。如果你純粹一個咁樣架咗定咗之後咁推掌，喺理論上招式上你冇錯，但係一個攻防技術裏邊咧個意識就唔夠強。一架咗留喺度一推，你個人嘅衝力咧。有限，你一架咗，顺势将呢只手咧形成嗰个推力，将个手咧推反咗啦。呢只手再一推，咁佢就会跌咗。咁所以喺个攻防技术里边咧，招式唔需要复杂，而系点将个简单嘅招式能够发挥到功效。呢个里边咧要睇对方嘅来势，你自己嘅熟习程度，同埋你自己本身嘅力量。力量咧系一个整体嘅结合。如果你系纯粹一个手嘅力量咧，是有限，你一定要透過腰的轉動、腳的蹬，一個蹬的力量是很大的，蹬的力量蹬完再推，一次就是一二三這樣出。如果你說推了才來蹬沒用的，那個力量由下面一條直線這樣產生，那才是。還有也要留意，我們有幾堂跟他講過大家怎樣轉身去射，怎樣移動，咁呢個都要經常練。一移動嗰時咧，閃開咗對方閃嗰時咧，咁我究竟係上呢只腳啊，定係上呢只腳咧？就睇你出咩招式啦。如果我一移動，我係打翻左手嘅，我梗係左腳快啦。如果我咁移動，我順勢打，就成為一個咧三角形，成為咗三角形。對方嘅直線，我係走個三角形。咁你咧就比較容易掌握出拳啦。同埋進退啊，各方面容易掌握。咁所以喺呢邊咧，大家咧，我啲單練嘅招數咧，要經常練，要熟能生巧。譬如架、推、撥，或者呢啲捋呢啲咧，兩個手咧就要同一時間個氣力咧集中喺剎那，可以咧出少少聲都唔係問題，都可以借助到法力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將所有學過嘅一個字勤，俾心機練就 OK 啦。師傅，那些套路的招式在實戰用不用到的？套路的招式原則上就是每個套路是有不同的風格、不同的特點是設計出來的，但這些招式的設計上其實都是針對一個攻防技術的。當然可能套路裡面有些是比較美化一點，或者有些規範化，用的時候你就不用不規範，不是一定要向東或者向南，你自由運用。但是套路裡面給到什麼好處我們呢？套路給到就是我們一個身體的協調性，譬如我左腳左拳，左腳右拳，無論我哪隻腳我出什麼拳，我都能夠站得穩，
能夠站穩陣腳，所以我哋叫做上虛下實中間靈，就係透過套路點嚟上虛咧，個人放鬆，下實馬步穩健，馬步穩健，你個招你個腰就能夠轉動，腰部能夠轉動範圍越大咧，你嘅力量咧發出嚟越大嘅。如果你個腰唔轉嘅，冇啦。所以我套路咧招式係假設，但係呢假設咧係一個有根據嘅假設，就係俾你鍛鍊一個身體協調性啦。同埋你知道一個應對，哦，原來你咁方嚟嗰時咁樣嚟，我咁樣擋或者咁樣擋，俾咗好多唔同嘅假設你。咁呢啲假設咧就豐富咗你對武術嘅認知，對攻防技術嘅認知。咁到將來你真係去練一個對抗性嘅訓練，可能我打搏擊嗰時咧，你就有個應對咧就好嘅。咁所以呢個招式裏邊咧係一個係喺你未去打搏擊之前咧，係提供一個咧信息俾你點樣運用招式。